我知道大家除了拍摄，因为共同的合照之外，一定都想要单拍。我们单拍安排在会后，一一的邀请他们来到背板前。好，我们请五位一起帮我们视线一致，先看一下你们的左手边，好，从左手边开始，看一下左手边。每一位呢都是现在非常受到瞩目，而且呢演技精湛的新生代的明星，在戏剧、电影都有很优秀的表现。今天很谢谢他们一起来为他们合照。好，在左边，在左边站台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中间好吗？我也帮我们看一下中间。你要喊了。正中央。下面。我等一下喊一下另一位。好，最后请帮我们看一下其中一个部位，大家等一下可以来猜猜看。还有摇这里。然后他都是在放的鼓下。那时候我是因为开始他没有把所有人，我就说，因为他没有碰到这么多人，他觉得他有点 confused。然后后来他就摇摇左边，左边。要求大概做了三个版本，然后我最后是选这个版本，因为我觉得来视线左边。好像在告诉每一个观赏。再看一下最后这些方式，然后现在肥皂想要带给他，那甚至你们的肚子上摆 boss， 他其实都是你们插口袋啊。那个俊俊哈里斗球饼，因为他用了迪士尼的概念，然后冰片的概念在走。来嘛，斗球饼先。谁的？你坐那边。啊，你们怎么这么厉害？左边，左边。好，左边，再换个 pose。要准备拉线。好，动画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来坐左边。视线高一些些。好，调调左边，再转过来。好，一位左边，左边。一位再转一下整左边。哎，不好意思，麻烦视线左手边。整个身体转左边。好，左边，左边，一位左边。来嘛，再左边一点点。
对。OK 了吧 ？OK。对了吗？都 OK 了吗？肩膀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准备脸庞。